中职棒球队在今天上午击败台北女专以后，今天下午继续出战合作金库队。这场比赛合库队在第一局第二局就已经分别得到2分和6分，遥遥领先空军队。空军队士气不够振作，第六局扳回1分，合库队以后稳扎稳打，最后以6-1击败了空军队。合库队明天上午要出战台电队，获胜的队伍在明天下午跟可口乃滋争夺总冠军，本公司都将做彩色实况转播。